女儿，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妈妈心里真是百感交集，想起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也是妈妈在心里过不去的。我一直没有敢跟女儿说，我想借这个时间告诉你。你还记得你大学有一次生病的时候，妈妈当时帮阿姨经营一家加油站，妈妈就和你现在一样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。当时知道你生病了，妈妈犹豫再三，没有前去照顾你。后来知道你当时得病很严重，妈妈心里非常难过，非常痛心，非常的后悔，非常的内疚。直到现在，妈妈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你也知道，妈妈是最爱你的。所以当第二次你得病的时候，工作跟女儿，我更选择我的女儿。妈妈立马就把工作辞掉，会回到深圳，会回到你的身边来陪伴你。我也知道妈妈欠你的太多，从小妈妈就缺少陪伴你。我只是想慢慢的在你的身边，能补偿一些，也是减少我内心的一些内疚。女儿，明天也是你出家的日子，妈妈在这里希望你要做一个妻子，多理解盖瑞，对盖瑞多体谅一些。工作重要，把你们的小家过好更重要。热爱工作，同时要更热爱自己的身体，注意身体健康。妈妈在这里祝你们两个心心相印，白头偕老，幸福美满。妈妈永远爱你们。